崔匡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？民间公益救援队。我们的队伍虽然是民间的，大家还能支持吗？但绝对不是业余的。快快再快！只有把救援动作变成一种本能反应，才能在实战中更好的救援。显然有人冒用了追光的名义，大家都认为这里面的水很深。董明看你救援队就这么被抹黑吧，以后我就不来队里了。把那个落水者打晕的是明明，我不接受。我就是要把它变成我的肌肉记忆。可我就是个医生，我不是个神。我们用生命拯救生命。是我害了他，不是为了赚钱。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先例，这救援的性质就变了。你不信任熊飞，以后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不是说救援队用生命救生命吗？有余震，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救他们。300位以上天坑救援，只有我有经验。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当好新郎。熊飞，小心！我们做公益救援，就是意味着有很多的牺牲。我们救人不是为了回报。既然来了，我就不想当孬种。剩一分钟，我也要找。我现在不是一个队长，也不是一个救援队员，我只是一个父亲。你永远是我的战友。真正的灾难是没有剧本的，我必须要做最专业、最精英的救援队员。我志愿加入追光救援队，勤奋刻苦，努力训练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为参加国际救援做准备。在各种危机面前，竭尽所能的挽救性命。只要他还能救，我就不会放弃。看着这些年轻人，出发！昨儿看见了我们追光的未来啊！道不远，笃行可至；事虽巨，兼备必成。